来看卫生福利部统计，6岁6岁以下儿童性侵害的案件，有九成的加害者是熟悉的亲戚朋友。为着要加强囡仔的自我保护，有民间团体就设计用布笼啊来做教材，望讲政府来支持，可以会当推撒到全台湾6000多间的幼儿园。尊重孩子的身体自主权。大声喊口号，提醒社会大众尊重囡仔身体自主权。因为根据卫福部统计，每年差不多8000多件性侵害案件发生，其中零岁到六岁读册之前囡仔性侵害案件，九成加害者拢是熟悉亲友。我们教他们，他们可以早一点，好，然后有意识或者是知道怎么说，可是保护的责任。绝对永远都是在大人的身上，不管人才的培训课程的安排，好像没有看到一个很积极的推动的迹象，所以我们很担心老师们知道怎么教吗？所以很希望教育部可以给一些明确的回应跟指引。为教囡仔自我保护的观念，社会团体研发一组创新教材，用操作红啊，或者是身体特定度的介绍，学校单位研运用，希望政府来支持推广到全台6000多间幼儿园，也呼吁政府提高保管的性别。教育监管爱给加努力，教保活动课程的实施就是以融入式的方式来进行啊。教育部这边也会持续的跟地方政府，甚至是民间团体共同来合作，那落实推动我们的性别教育。社会团体认为，真济自细汉和熟悉人性侵害的被害者，往往到大人了后才寻求协助、咨商。真济被害者甚至因为惊唔敢求助，所以希望幼教老师应透过教材运用，让囡仔伫游戏当中学身体自主权的观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